现在这个社会，绿茶婊横行，怎么人家就那么受欢迎呢？太没道理了，就因为他们胸大、屁股翘、腿长吗？肤浅，太肤浅。那老板不是想泡你吧？秀，嫁给我吧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原来女汉子也这么受欢迎啊！女汉子怎么就不受欢迎了？虽然我们动作大、嗓门大、神经大，但是我们是胸大。这个是我的男朋友柳阳，这个是我的男闺蜜叶思雨。大姐，根据适龄结婚公式，你的结婚年龄要不然就是超老，要不然就找个二婚的。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不许去。这女人呢，就像是书架上的书，如果没被翻过，只能证明她一点都不吸引人。这男人不一定了解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同居了？他每天给我20000块钱让我睡着，应该算是包养吧。叶思颖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这么没出息，锅你该犯人家吃。约个炮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笑什么笑，哥哥，你认真一点。很难找到男人吧？你现在是女汉子，老了以后就是光棍女老汉。哎，你说谁呢？我说你们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十几年后想想今天，你们两个又怎么在一起愉快地跳广场舞呢？这首心跳，我要送给我最爱的人。你不是我的真爱。我必须按照我的公式继续走下去。我们分手吧。脚步之逼人，整个世界都能听得见。谢谢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瞬间是爱成凝结不掉的你的可怜，狂野的心跳冲破极限，写作疯狂你记得古典，是真爱的预言。真爱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起来！干嘛呀？你的狗把我给咬了。咬哪儿了？咬这儿。送你6个字：不日即可痊愈。